前者自以为无所不知，我等才明白那些愚行背后的道理。战局没有所谓的弃子，因为对这盘棋局来说，将杀并非是终点。今日我们相聚于此，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好同伴。他的牺牲对于整个至宗而言，值得足足半日的停工缅怀。仅仅半日？都说北国银行周转的是血泪与哀嚎，可市长先生，您的价值观比我这银行家还要扭曲。罗莎琳在陌生的土地上陨落，对于你们这些既缺少同理心又只会找借口龟缩在至东的富商政要来说，应该无法想象。既然如此，就好好把嘴闭上，不然孩子们会哭的。喂喂，就连我都觉得这可不是适合争斗的场合。荒谬可笑。尽管手段玷污了荣耀，洛厄法特的牺牲依旧令人惋惜，他的离去并不会让我们停滞不前。倒是多托雷、斯卡拉姆奇和道奇的神之心呢？世间常理都觉得神之灵芝是理性无法理解的神圣知识，在征服神之目光以后，他会迈出新的一步。夜晚的余戏该结束了，此刻你们没有观众，所有崇高的牺牲都将铭刻于坚冰之上，与国长存。在高洁的冰之女皇麾下，我们将攫取众神的权柄。绝对的安宁，此为女皇的恩赐，此为女皇的仁慈。你虽长眠于这棺木，长眠于重重坚冰之中，但是罗少林，我承诺你，你的灵柩将会是整个旧世界。你知道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奉承。那全盛时期的切片此刻在哪儿呢？哼，在一场关于亵渎的实验之中。克莱，去巡灵了。啊，知道了，提纳里师父。刚才的事。